The rescue lifeboat is now on its way back. 说，您这个安排配得上我们 VIP 团的档次吗？啊，什么阿猫阿狗的店就叫我们去啊？我们团员能去吗？我听都没听说过。改航线，他们闹得一团糟，我好不容易给安抚下来了。哎，你务必给大家安排最好的那个购物体验啊！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安排好了吗？可以了，可以了，船方已经答应让我们跟船员坐一辆车。那个，我回去再跟你说啊，我先挂了。
行吧，去前台拿证件吧。你先去忙你的吧。哦，好，快去快去啊。各位 VIP 团的游客，大家听我说，特大好消息！一会儿呢，我们将跟海上救援队的大英雄们乘坐一辆巴士一起进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特大福利。谢谢。You're going to be too hot.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dressing in that. I look nice. Yeah, but you look stupid. We're going to meet some nice Aussie sheilas. Yeah, I know what you're after. That's for sure. Okay. Well, you are pretty smooth. 你们现在还不能下船。什么意思呀？我们为什么不能下船？你们需要再做一次安全检查，麻烦你们配合一下。配合？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规定啊。但是从今天以后都会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呀，这一回生二回熟，你熟起来了，这不做都不习惯了。麻烦配合。配合。Captain。Captain。Didn't you hear what the first mate said? Follow his orders. Absolutely。请你把衣服换一下。谢谢。你在干嘛呢？哎呀，我在武汉出差呢。我想你了。陪着客户呢。那你忙吧，我也要工作了。你们有人知道马赛曲的典故吗？我知道。干嘛呢你？那是我们法国国歌的名字《马赛曲》。是这样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呢，人们需要一个爱国的歌曲来鼓舞人心。后来有一个工兵上尉，在喝多了以后就写了这首歌，被大家广为流传。两个月以后呢，有一个在马赛集结的义勇军，他们一边唱着这个歌，一边向巴黎去进发，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欢迎他们。这首歌后来就成了他们的战歌，是马赛人把这首歌传到巴黎的，所以这首歌后来就叫了《马赛曲》。大家这边走。一会儿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圣维克多修道院，那个地方看起来像个城堡，但它确实是个修道院。妈妈，我饿了。哎，你别着急啊，妈妈很快带你买吃的啊。差不多行了啊，你说这些人不感兴趣，记不住。那我们现在走吧。哎，天月，你看大家走了这么久了，也累了，就不用一块儿去买了吧？不如咱就在原地休息，等着你。你去那儿啊？
帮大家把票买回来。好，那我去买票。Excuse me, how much is the ticket? It's free. Really? Yes.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我带他们购物去了，你自己来找我们吧啊！地址等一下打给你。Okay. Yeah. So I'm sorry you have to pay for everything. Okay. Thank you.Sorry, it's not working. Sorry, it's not working. Excuse me, I pay for my friend. Okay, thank you. 谢谢，我会把钱还给你的。Là, vous ne pouviez pas, madame. Je vais vous faire un PV. 我还没闯呢，就要开罚单啊 ！Welcome back， 各位游客，你们好。你说说你啊，出国干领队 ，visa visa 没有，现金现金不换，都是闯红灯。你说我，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Welcome back。Welcome back. Welcome.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海洋号。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今天下午4点准时开船。Okay, thank you. 港务局允许离港。Anchors away. 你好，能为你做些什么？能帮我查一个人吗？王小山，他是不是在我们游轮上？哎，对不起，游客的隐私是我们无法透露。他是我男朋友，我刚才在岸上好像看到他了。我只想确认一下，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哎，抱歉，游客的隐私是不能说给别人的，这是我们服务的准则。我不是别人，我是他女朋友，拜托了，就帮我查一下就行。既然您是他女朋友，那我建议您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只是想查查这个王小山在不在船上。不好意思，不可以。广播学人的行吗？不好意思，不可以。谢谢，对不起。
饿，我们等会儿去哪里吃？哎，宝贝儿，听说这边有一家日料店的三文鱼啊，做的特别好吃，你带你去好不好？小山。找谁呀？我不找谁。哦。911, please state the nature of your emergency. 我想要一双拖鞋。好的，先生，那我把你的电话转接到客房服务。You win. 911, please state the nature of your emergency. 咱们船上有 WiFi 吗？船上是有 WiFi 的，但是是要购买的。如果你聊前台的话，他们就会帮你办理。You win again. Okay, I bet they want to fix this. Take that bet. 喂，你好。是赵女士，您现在先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派人过来帮你处理，好吗？好的，来生，游客区13层地区，麻烦你过去看一下什么情况，谢谢。911不是用来开玩笑的。什么？找音箱。音箱？那音箱拉在哪里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怎么回事？哎，正好我要找你了。他说丢了一个什么音箱。我来处理吧。你在干嘛啊？嘘！你不能这样打扰客人休息。我有事儿。光你这样打扰客人休息，再让我把你过来。吵什么吵？不好意思啊，先生。平时。爸爸，怎么回事啊？他是谁？什么情况？我问你，他是谁啊？不是你是谁啊？你哪儿来的呀？不是。谁呀？这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你说什么？你不认识我？听没听见？不认识你，你干嘛的？你先给我讲清楚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你干什么？你给我冷静点！谁呀？这是？你听我解释，宝贝。干嘛呢？我真不认识他。哎，你哪位啊？不认识我是吗？我真不认识你。你是海源是吧？这女的我不认识她啊。她今天已经骚扰到了我跟我女朋友了，请你把她带走好吗？听见没？走啊！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什么情况啊？先生，不好意思，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困扰。不好意思，但是你确实不是一个男人。你说什么？喂，说什么呢你？你这样看，这样看。你稍微冷静一点。我没说谎，干嘛？你现在要出去干嘛？找人打架？你一个女孩子受了伤怎么办？工作还要吗？我说了，我没说谎。我相信。你相信？当然。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但是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快乐的事情啊？我们都会经历痛苦，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痛苦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我们。可能我现在说这些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时间是可以治愈一切的。吃个汤吧。是他吧？啊，这个又大脑洗衣房，又上演窃听风云的，这个也叫天约的，到底什么来头啊？他呀，他是宝华旅行社的领队。宝华，这宝华旅行社这心也太大了吧？他们竟然让这种随时随地放兵的人当领队啊！李森，你有尝试过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感受吗？什么意思？如果你有尝试过的话，你就会理解的。接待一个小女孩也挺不容易的。凯，你对每个人都这么温柔？我温柔吗？相当的温柔。优秀，从小就是学霸，颜值又高，以前那么多男孩追你都看不上。男人算什么呀？你就当三年青春喂狗了，谁还碰上几个渣男啊？小姐，如果你要想跳的话，我跟你一起跳。谁说我要跳了？那你下来这里很危险。哎，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可能真要跳了。我不动。你放心，我不会死的。你下来。我知道我没喝多，虽然你看见我喝酒了，我很清醒。我知道我还欠你钱呢，我得还你钱。是啊，你还欠我钱呢，你什么时候还啊？我有钱我就还了。先听我的话，下来好吗？哎呦，我不下去。我都说了我不会跳的。我从小最恐水了，我就算死，我也不会选择跳水。下水！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丢了魂似的。天月，宝贝儿，起床了。这都睡多久了？啊？怎么了？这是生病了？天月，起来了，别睡了啊！现在呢？七点，走，姐带你吃好吃的河豚去啊！去晚了，河豚就没了。哎，说你那么扶不上墙呢？下面还约了别的客户，行，那你再为我们拍。不好意思啊，我跟他们约的时间也快到了，哎，我得去找他们。求求你了，快点，我来吧。哎，再等一下了。谢谢你啊，李坤。不客气。麻烦你了。等我一下。你找什么？我在找一个对于你来说非常管用的东西。来。你给我个酒瓶干嘛？这个呢，它是我们所有的海员必备的物品。你们海员不是不喝酒吗？没有让你喝酒啊。把你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不想要的事情，通通都放在里边。丁凯，马上来游客区十二层 C 区。收到，收到。你可以试一下，真的很管用。在我们开山票子来说，这一瓶可不是装酒的。那他装什么？心里紧张那些废弃物，总得有一个出口。这个瓶呢，就是我们的出口。携政治消放进去，扔在大海里。你最不想要的东西，
就像把心里的郁闷困惑一口气倒出去一样的。那，给你。把这个给我。闭上眼睛，我问你，如果这个充满痛苦和悔疑的瓶子还是在你手里，你会怎么做的？先生们，早上好，我们已经抵达上海，感谢您搭乘海洋号度过愉快的假期，希望下次能与您相遇，再见。Have a nice day. Bye. 来，刘总刘太太，前面走，希望你们下次再来报我的团啊！你们的车在那边已经好了，我帮你们拿行李吧。好，刘太太。你好，师傅。小心啊，刘太太。已经离船的乘客，请携带好您的随身。回去好好休息。有序离船，请拥挤。我们全体船员表示对诚挚的歉意，谢谢。看起来我们是下了船，其实我们是上了岸。振作起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哥，我看好你，加油！我相信你 ，hold 住，肯定会有机会。是啊，兄弟，你要相信，只要咱们储备好能量，一定会有再次爆发的机会的。谢谢。谢谢。朋友，咱们呢大巴呢就在前面，一会儿大家上车以后，我们到指定的集合地点，行李呢就放在车下的行李箱里。来来来，大家往前走，开心吧，这一路玩的还。谢谢你啊，往前走就行了。你呢一定要把姜老夫妇送到家门口，打一个车，等他们进了门才可以走，好吧？路上注意安全。我知道了，谢谢。江爷爷、胡奶奶，旅途愉快，下次一定还要报我的团。好，一定一定。拜拜，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我自己来，爷爷奶奶跟我走吧。好。看来老妈这个月经营的不错啊。请进。哎，能打扰一下啊？哎，我很高兴跟你共同经历一个很不一样的航程啊。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可以交个朋友。难道我们现在不算是朋友吗？那我们就算一条船上的兄弟了吧。当然了，请坐。哎，我就准备顺便休个假。你接下来的航程还继续吗？我继续。
Layson. Captain. Captain. Dinkai, I need a word in private. Please come to my office. Yes, sir. Dinkai, the story of you saving people, it's all over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spapers. Everybody's saying you're a hero, and I admire your courage, but this was a life or death situation. Therefore, headquarters are questioning your behavior going into the water to rescue people and not returning immediately. They're sending two investigators to establish the truth about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20 minutes after you received my order. We must follow the protocols that are design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ur guests. 您说的是通信失联的二十分钟。Lifeboat, get back here immediately, over.What happened to the lifeboat?It's missing. Now, 二十分钟你在做什么？救人。我正进行下一步。There will be an inquiry into this incident when the people from head office arrive.Captain.我是不是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你是英雄 ，but headquarters might not see it like that. Maybe they think you are. 他们说我是一个鲁莽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或者是一个骗子，对吗 ？I suggest you get well prepared to describe absolutely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nd be honest. It's the best policy.I'm telling you this because I enjoy working with you. You've got potential. Captain, 这一次听证会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If they accept your actions were correct, then your heroism will be written on your record. If not,The results will still be written into your record. If it's the latter, your career will be over. I'm afraid we'll have to stop the contract. Dinkai, you need to find time to go back to Shanghai office and suspend your contract. Nana, 慢点哎。我帮你拿行李。哎，好。我来吧。哎，是这个小区吧？是这个小区。我送你们上去。哎，不用，行李不多，不用麻烦了，你回去吧。不行，彩姐交代我了，必须把你们送到家。不不，真的不用。我们这小区不好找，进去七拐八拐的，真的很麻烦。就是。那出租车都不愿意进去的，有电梯，放心吧，姑娘回吧。哎，你快忙你的工作去。你们能行吗？能行。啊，行，真的行。那你们小心点啊！哎，好，那爷爷奶奶再见啊！再见啊！再见，慢点啊！哎哎，走吧。哎哎哎哎，不用不用。哎，我先送你回去。你听我说，出来这么多天，你也该累了。你先回家，要不然他们会找你，明白吗？打个车，我先送你，走吧，走吧。相遇在一座城。相遇在某个人潮汹涌孤单的路口，
像是雨夜一片天，像是在蔚蓝海洋中生活的另一面，梦想的是发现不经意的转弯，终点又回到起点。移动的地球村是一个同行的圆，从彼岸到此间，最美的少年。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下一个起点，每一次启程拥抱着辽阔海天，每一次靠岸看了万家灯火人间团圆，每一次起航追逐永不消失的地平线。移动的海岸线从天边到眼前，生命的延长线不再那么遥远，闪亮的夏天闪亮了每一天。 I love you forever， 一刹那时间，一首一人生。Thank you.